隐身巷弄里头的乌鸦咖啡店到底是一家咖啡馆，还是一家独立摇滚的文青小店呢？或许这并不是那么的重要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推门走进去，舒服的音乐以及醇厚的咖啡香和颜色鲜明却带着典雅的布置，确实可以吸引人驻足。这里是乐团1976主唱阿凯所开的店，延续老板的风格，大胆的用色却不失典雅的装饰，大概都要归功于墙上的海报以及小角落的巧思。好听的音乐，放松的空间，让永康街的文艺风继续的吹下去吧。